the real safari. Oh! That's really good. It's so plain, it's like no plants there.对面就是我们的大海，终于看到大海了。啊，我们现在下车了，但是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拍，所以我就打算先关机再来拍。You go ahead and show alone. Okay. 没有想到这边是他们奶奶家，然后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沿着海的一个小村庄，身后就是那些村庄里面的房子。他们在这儿可能就只有3户人家住在这边，平时要买东西或者是做些其他事情的时候，都得开车一路开回我们的洼代。然后我身后就是非常广阔的一片，很漂亮的一个海域。再往后面走的话，那后面就是 West Australia 西澳那个州了。I'm coming. Oh, you have the Christmas lights here. You guys ready for Christmas? What? Huh? Oh my God. Take photo and send it to us. Where did you get this? This morning. Yeah. But how did you get this? It's probably a baby, yes. Oh, so they from the tree. Does this one stays here with you? Yeah. Yeah. 好，我们现在离开这个房间了。他把那只小鹰就留在这边。Let's go。这个太劲爆了！我没有想到他们居然那只鹰其实是野生的，因为它早上的时候飞到了这边。这边你看到吗？因为后面全都是一些 wild bush， 所以它早上从那边飞过来之后，他们就把它收养下来了。它其实今天不是第一次了，它前2次已经飞过来了，所以他们给它喂了一些吃东西，然后它今天又回来了。然后他们现在就把它 keep 在这个房间里面。 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他们的一个宠物。他们一直在跟我说，这个东西是他们的一个什么 dreaming， 就是可能他们崇拜的一个，在土著人的文化里面，他们自己会去祭拜的一个像神一样的东西，所以可能是比较神圣的，对他们来说意义是挺不一样的。因为有些人在他们这个 Muripata 的 culture 里面，他们是祭拜 serpent， 就是一个大蟒蛇。 因为那天我们的宿主跟我说，他祭拜的那个东西是一条大蟒蛇，跟中国文化里面的这个 dragon 龙是有一些异曲同工之妙的。他们也知道龙在中国文化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跟我大致介绍了一下，因为我估计他介绍再多，我可能也不会明白的太具体，挺开眼界的吧，今天。 现在我们跟着大姐一起去海边抓螃蟹 ，mud crab。她刚才告诉我，这根铁棍带着一个 hook 钩头的，就是她要一会儿去抓螃蟹用的工具。这个我都不知道，她那个螃蟹怎么能被她这么勾上来？我以为他们是有个渔网啊，或者说是一个袋子什么的。 就真的是沙地，他们都没有穿鞋，这沙子就烫死我了。我穿着拖鞋，我踩到那个沙子，我都觉得烫的不行。他们这边人还真挺扛热的。哎，然后现在就变成了略微温度低一些的泥巴地。天哪，这前面怎么才能走到海边？它已经开始有点打滑了。哇，我怀疑我一会儿可能走不进去。 So sticky， 这泥巴不太好走，还有点沾我的鞋，但是我又不能把鞋脱了，因为温度太高了。我天哪，路在哪里？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哇，天哪，不行了，有个小水潭，我这咋走了？苏麻地，哎呦！ 哇，我的脚，我的脚要陷下去。I'm thinking this is really. I think I should maybe take off my slippers. Yo, this is really. Where's the road? I need another time. It's not easy to find the way. 要赶苍蝇，要走那泥巴路，真的是挺难的。 哎呦哎呦，我的脚下！哎呦 ，What？ My God, I think I probably just take my shoes off. Look at my shoes. Yeah, it's easier to take your shoes off. 哎呦，但是它那东西有点 itchy。它这个，哎呦 ，My foot just sinks in. It's so wet. 它还好，地上的树枝不是很扎，不然这个脚踩在扎的树枝上根本踩不下去，因为它这个有点被软化了，所以那树枝踩下去是那种痒痒的按摩的感觉。Damn, look at my hands。然后我的手现在就废了，你知道吗？我这衣服也废了，全都脏了。哇呀，太不容易了！哇，我这个落带大家来看一下哦。 哇天哪，我的裙子又下去了。我刚想说把我的裙子给撩上来一下。哎呦，天哪！这一脚踩下去就滑掉了。现在是只闻其声，不见海的真身。看他们这边 ，The crab is in the mud, or it's in the sea. In the mud. Okay, so we don't have to go to the sea, right? We just find it in the mud. Oh. That's why you need this hook. Okay, now I got it. 它们的螃蟹是长在泥巴里面的，所以它们要用那个钩子。我天哪，热死了！要用那个钩子去泥潭里面去勾那个螃蟹。啊，天哪！吃口螃蟹真的还挺不容易的。你看前面的路又是这样子。 唉，太狼狈了！看到我这脏不拉几的鞋了吗？还有我这个，我现在已经把裙子卷起来了。这样，不卷起来的话，我的脚上全都脏了。太那啥了，然后衣服上其实已经都弄脏了。哎，我都已经不想走了。 它这个泥巴特别打滑，如果你找不到这个路的话，尤其是旁边它没有一个树枝，你去握住它的话，你特别容易陷到泥潭里面，就是很容易一脚就污下去了。所以就是你一定要看，我现在就是一下子就直接就踩下去，然后就起不来了，因为它没有一个支撑力的这个点。然后他们其实也是漫无目的的在那边找螃蟹。 真的什么时候找到了，还完全是看运气。它上面有一些小的这个孔眼，这钩子是能勾，但是你不知道它是在哪块儿。好烦人哦，这个苍蝇。Can you just leave me alone？ 这些烦人的苍蝇。啊，完了完了完了，这下又踩进去了。哇！哎呦，你看我这下进去之后，我就吃不到那个力，我就出不来了。原来抓泥巴螃蟹是这么回事儿，今天真的算是大开眼界了。哎呦，又陷下去了。Yeah, I'm coming. Oh yeah? Okay, okay. Coming, coming, coming.他们已经找到了，我得赶快过去。但是我现在没有找到我过去的路，我又不想走得太快，到时候一下子就人就掉在泥潭里面了。我靠！哎呦！天哪，这是我走过最难走的一条路。哎，野外生存不容易。我估计我的脚趾甲里面今天都黑了。但我不知道它的泥巴能不能做美容呢？它如果是那种具有矿物质的泥巴，没准捡回来还能做美容。Can you find the crab? It's here. What? Siulangnya, Muripata camera take photo. Yeah, yeah, go get it. What? Banyak orang. Tuh tawaj. Oh, you're so good at spotting it, you. Move. 这都能被他看出来，太厉害了。You bring the bag. Wow. Yeah, look. Good job. First one. Congratulations. 哦，所以他们 immediately they just take the 钳子 out. 天哪，这是纯野生、纯手工的那啥。It's hard. Yeah. Be careful. 哦。 好了 ，first one of the day, yeah, we got something. How can you spot it? I can't even find it. I just saw the trap. Look here. It was there before, and it came. Professional. Oh man, you guys are so professional. If somebody leave me in the forest, I will just die in one day. I can't find anything to eat. 姐太牛了，我先擦一下汗。她刚才跟我说，她是跟着他们的螃蟹的行走的印记找到他们的。我觉得这个完全是看不出来，因为它泥巴上面都有很多小泡泡，完全看不出来有它的这个印记。嗯，但就这么抓的话，其实效率还是挺低的。 啊，又陷进去！哎呦！终于走上了十字路，因为这个十字路其实也不好走，因为这十字路特别烫。我来洗一个脚。 洗不太干净，就这么着吧。两个弟弟 ，baby fish。现在走长了，好像习惯了，脚稍微耐受了一点。经过了我们25000公里的长征，哒哒，终于走出了我的沼泽地，看到了大海。翻到了一个水池，可以洗一下我的脚。 好美哦！这里大姐还在那边找其他的特点，然后她两个弟弟也在这边。他们这个寻找吃的东西的本领真的是太大了。 Oh, baby one. Too small. Do you eat the small one? Can't wait for it grows bigger. 们现在要回去了，所以我又得把我干净的拖鞋拿起来。有时候扎的不是痛，不是特别痒。Very big. Do you take back to eat it? OK. 我觉得我在这儿什么都找不到，太热了。现在有点脱水的状态。哎，我只想赶快回去喝一口水。现代生活 （modern life） 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情。大姐还在那边找，然后她两个弟弟也在找。哎呀，让我歇会儿吧。我觉得我在这儿的生存能力就是0，我又不认东西，然后眼神也不好，也不会看那些动物的爬行的痕迹，所以在这边估计什么都找不到。Completely fail。啊，我们可以回家了吗？太热了，我以为他们是会在一大早早上或者是傍晚过来，我没想到他们10点起床，到了现在是时间下午3点，热中心最热的时候出来找那个螃蟹，我被晒的都已经不太行了。This is the king. This is the king. What? Look at this one. He was in the hole. My gosh, this one is huge.大姐的技术给她先去那个脚，哇， this one is very fat. See that? Like there's a lot of meat in the trunks. 自然界的弱肉强食啊，谁强谁有饭吃。你看，就这么一个可爱的小螃蟹。就成了我们今天晚上的香辣盘中餐。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了。又经过了20分钟的沼泽地里面的跋涉。Finally, eventually, gratefully, and successfully, here we are, out of the mud. 天哪，终于可以穿上我的拖鞋了。我的脚底已经被扎的有点痛了，这边就开始热了，因为这边它没有植被的覆盖。好棒啊！终于又走出了灌木丛，走到了我们这边一望无际的空地。然后我们总共抓了3只螃蟹，还有一些海螺丝，大的那些海螺丝。所以我们现在就往回走了。我有点累。好，我们现在来做一个长俯卧撑。嗨，发车了，所以我现在跳到了他们。The real safari. 这好酷！他第一次站在这样子的车上。